你叫我冲啥？要做什么？看我的匕首！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，你想要喝点什么？
脚慢一点，请大声一点。有同学知道辛艾萨拉在哪里吗？要做什么？看我的匕首！所以我说，我到底值多少钱？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又来了。封城会一步步迈向灭亡。轮到你了。
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。前来报道。揭秘情报！我们会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多么的悲惨啊！他的统治到此为止。别轻易相信我的皮手速。报道，你赢得胜利。